啊，佛法当中所谓的回头是岸，自己回头，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，你才能帮助别人。啊，事出事法都不例外，帮助别人是由亲到疏，啊，先帮助自己家人呢，自己家人都没得度，你怎么能度别人？啊，一定是由亲而疏，啊，所以你一个人就无了，你肯定会带你一家都觉悟，你一家都觉悟了，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都会向你学习啊。身是个人的一个好榜样典范，家庭是所有家庭的 好样子这样才能帮助这世间苦难众生啊。现在灾难摆在眼前，啊，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，现在在世界上有某些地方瘟疫逐渐发生了，啊，而且正在扩大当中，啊，新闻媒体报道不多，怕扰乱人心，啊，这些灾难可不可怕？很可怕。啊，可是佛告诉我们，科学家告诉我，不是想象的可怕，有办法化解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就能化解，这个讲法跟佛法讲的一样啊。啊，科学家是从他们研究，物理学得到这个结论。佛法是诸佛菩萨从禅定当中看到事实真相，告诉我们如何化解问题。啊，所以只要心正，心善良，啊，再大的灾难，它自然会化解。世间这些众生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比我们肉眼能看见的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啊。冬至法会昨天圆满，有不少同学都有感应啊，灵界的众生，幽冥界的众生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要以慈悲心、爱心，跟他们融成一体。
我们修行，带领他们一起共修，帮助他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那这一类众生也感恩，也报恩啊。这个地区有灾难，他们就护持啊。啊，大灾难就化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没有灾难了。啊，如果我们护持他们，疏远他们，或者是回报他们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了。啊，他就来抱怨了。啊，小灾难他会把它变成大灾难。啊，他们有这种能力吗？就跟人一样的。啊，他不是一个好人坏人，我们对他好，我们尊重他，他也会感恩。啊，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也会帮助。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都有善恶两方面。啊，善跟性德相应，恶跟性德不相应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啊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这天地鬼神这小动物本性都是善的。只是习性不善而已。啊，我们要看本性，本性，本性都是佛。华严经上讲的多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常常想到这一句。对一切众生那种真诚恭敬心就升起来了。我们跟他就能沟通了，就有感应了。啊，我们真心帮助他，他也真心帮助我们。啊，如果我们自以为聪明，啊，那是迷信，佛讲的是迷信，啊，鬼神根本没有这些东西，你的亏就吃大了。啊，到自己死了之后后悔莫及了。啊，死了以后跟他在一道吗？就全都明了了。